大家好，我是宏杰设计的德哥。鉴于现在的房价越来越高到很让人不敢去触碰的情况下，多数的人都会去买中古屋。公司这边即将要推一个新的计划，是我们要买一间中古屋来装修。买这个中古屋的过程一定会先接触到看房，看房要怎么样去看这个房，我为什么要买这间或者不买这间的原因是什么。然后呢，接着呢，在议价的过程中，我是用什么方式去跟屋主去做议价，我得到的最后的结论是什么。再来就是买完房子之后，我要怎么样开始着手整修这个房子，它有哪些重点，我们在整修的地方上我又做了哪些工作。最后呢，在整修的这整个过程，我们都会24小时的直播呈现出来给大家看，我们在这个房子整修过程中发生了些什么事情，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问题解决掉。最后呢，我们会把这个房子从一个中古屋的状态把它整修成一个全新的房子。我们会把这一系列的影片，从看房、买房到装修以及装修完成的这个过程都呈现给大家看。你们也可以在这当中，如果有意愿有想要买中古屋要去着手入手去看中古屋的人，也可以密切关注我们的频道。谢谢大家。